我请你吃俺的糕点你留呢。俺们来了，去说道理的。那他下了吗？那真的给谁来呢？送汤的。你的酒上。俺来嘛没？你干啥来？你们说。他开会了。你这个脸皮啊，像个菜头子呢。他你个人吧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我又干嘛呢？哎，你可刚才做的？哦，你就先弄的满仓家嘛，多咋着呀？哎，阿姐，你快点接。阿姐，俺娘你妈你疼你呢？你妈你在干啥？阿姐，谢谢你妈了个。괜히 주머니 놓지 가야 매든 양부를 맞을까